现年52岁的汤宝如和赛车手男朋友爱情长跑多年，但是没有结婚，有一个13岁的仔仔，相当之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日前汤宝如北上去到化州和网红表演，但是就被人发现他身形暴涨，穿着黑色宽松长袖衫裤的他仍然可以见到身形涨得惊人，面型圆润，还见到双下巴，重返2016年圆碌碌的丰满身形。不过他的演唱就依然是那么高水准。